嗨，咱即摆收听的是报道有意思，我是赖敬贤。来，今仔日甲大家访问一下吼，你厝诶闹迄个囡仔吼，还是你家己咧找对象诶？马上即摆耳朵竖起来，哈哈雷达天线竖起来。今仔日真出名一个，毋是梅兰博，是梅兰公刘峰松老师伫咱线上。刘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你好，空中的朋友大家好。来，这个刘老师的过去是什么人？他是一个东华时代反抗国民党维权的人，那变维人公，你自己说一下。哦，我想说会去做某个人哈。嗯哼，我主要就是较早在做教员啊，做公务员的时阵哈。嗯哼，尤其我在做修订的时阵哈。嗯哼，发现我迄个同事啊，办公室哈，真济人拢。无迄个结婚，有诶查甫，有诶查某啊。啊，我伫迄个时代吼，都真爱讲做媒人，就是讲都迄个就改报，迄个迄个改报，啊，因大概拢听我诶话哈。啊，包括最近即个彰化馆长魏明国，伊即嘛毋我做诶媒人啊。哦，伊嘛你做诶呀？哎呀，伊电台咧咧改访问，伊嘛讲伊就是我做诶。啊，所以就是讲真爱做媒人啊，但是甲发现讲吼。即个哦，即个社会诶，即个结婚诶男女吼，佮非常严重啦，诶，上百万以上啊，几啊百万安尼吼。啊，不过我想刘老师，我想请教你哦，吼，因为你有讲嘛，你讲你以前就最爱讲做媒人吼，不过我嘛爱即个刘峰松老师吼，因为你是1980年，你就不要参加迄个维权的时阵，国台代表选举，关三年半咧，对，哎，当初选举就袂使啊，你就判三年半，哈。啊，你的夫人，你的太太是把这个彰化馆长翁金珠女士，是。啊，听讲伊对你开这个那像讲介绍婚姻安尼，那像头还是无啊接受。伊吼，感觉讲听着的时候，感觉真见笑。伊讲我的翁咧，看地哥做咩人啊？我好歹嘛是馆长，做过礼部，做过国代哈，做过迄个啥物有诶无诶，说是大腿哈。啊，听着讲我要做卖人，伊安尼哈，面拢乌一边。啊，我知影伊生气，但是我吼，我若想到代志，我若想着无去做真艰苦。所以我就不管你，我就该发一张宣传单。啊，发了万里面遐发了几万份咯。哦，伫万里我就该发。宣传单发来讲，我做媒人啊！啊，结果伊就无法度啊！因为我就先下手为强，我就先改讲我做媒人打拢西啊！阿姨就无法度啊！啊，但不过这不要改变，不要伊的观念太多吼，想法，伊即马改变，伊即马真欢喜我做媒人。安尼吼，加减我做媒人吼，有当时啊有一挂红包吼，啊无伊即下无头咯。讲笑鬼，讲笑鬼，所以讲你当阵都，其实万林嘛，不是讲就多会啦，哈。啊，你算点，哈，你算点当万林要做有媒人啊，哈。你这个发传单单出去欢迎安怎？欢迎无啥，欢迎无啥人来找我。哎呦，一般婚恋传单单哦，我也知影讲看传单单来才四五个尔。万分之四。系啦，就是无人会相信讲这项代志是真啊，假是咧。官生潮安尼哈，啊，所以就变作讲对安尼开始啊，慢慢啊，讲即卖有7000个人，600个啊海外哈，会安尼讲起来了，用安尼讲，大概是少些人来找我哈，啊，所以这是真意外啦，真意外，可见讲这个问题真严重，大概需要真，就是讲真严重，真需要有人做卖人，这个行业真需要啦。你这行业做多久啊？7年半哈，哎，我问较实的问题啦哈，感谢嘿，马进，讲咱那是讲迄个义务甲人介绍的哈，安尼都当然这都较无一个责任感嘛哈，咱就热心啦哈，啊，不过你即马变成职业呢哈 ，pro 的哈，你有啥物无受伤？啊，人对你要求会较悬无？即个吼，大家人安那想，其实是我拢尊重哈。啊，因大家有无同款的想法啦，哈。啊，我其实就是一个真简单的想法，我就是讲我哈，尽量伫我会当以前的这个情形之下，来做某人。啊，我有第一，我有诚意，我诚心来做这项代志。也就是讲，我收的这个费用哈，不成比例啦。就是讲，甲其他人要收几啊万块的哈。
比起来我这2000块是我请两个小姐，因为费用关于网络的费用哈，所以我其实我是不是盈利哈，不是讲为了要赚钱啦哈，啊，所以我就是安说啊，但是问题，你既然讲讲要做卖人，啊，佮讲收，也就是一回事，你佮讲收这个网络的费用哈，啊，所以嘛是有一个责任，啊，所以我责任真重，啊，责任真重我哦。上重要，我就是讲，这个过程，这个灵数啦，哈，我用的这个方式，哈，非常非常的慎重，就慎重的，就慎重，就慎重的。你用网络咧，就是讲为网络人来给你报名呢。嘿，啊，我就是讲爱一个一个爱甲报名，我甲伊见面。哦，你还佮佮伊见面？嘿，我检查伊的身份证、伊的工作证明、佮伊学历。嘿，我爱检查这些物件哈。我家己做安尼，那么就开始爱家讲。啊，讲了我还佫改写一篇推荐函。写、啊、推荐函、就是广告，替人拍一个广告，广告安尼啦。那像咱商品同款安尼吼。安尼吼。好了也好，好好外貌啦，好家庭，还是好性质，好头脑，好身材哈。该好了，伊有结婚的条件。优点我拢尽量伫这个。网络面顶用我第三者的身份，给写出来，因为因当时因不知安家己学到家己啊，因为我足水，我足好个，我安那足高读册，伊家己讲不出来，啊，但是我咧甲伊讲，中间了解吼，我就用我的第三者，因为我个较智慧嘛，哈，所以给学到伊水，学到伊高读册，学到伊聪明、体贴、温柔，学到伊一切哈，我安尼听来安尼，给写伫面顶吼。第三者怎麼跟他說都不要緊啦，都第三者來跟他學嘛。欸，劉老師，我請教你，什麼樣的學樂，我說有的學樂帥，有的學樂有財錢，有的性情好，有的有錢，到底學樂什麼樣的，人那個要看的人最心動，你覺得什麼樣的最好？我這很複雜，我簡單說就是說，整體說我怎麼學樂都不太好，因為沒看的相片喔就是不好，你知道哦，结果阿哥是哎，嘿，讲来第一不好，我人安那学落去哈，拢无好，因就是爱看看到这个相片，有图有真相。我看了相片也不好，相片有诶拢诶迄个修饰哈，还未准。啊，我看了本人哦，哎，而且看了相片，看了本人哈，而且我这个无法度伫网络上，也是讲经过我介绍，一旦知影讲这人先了三款的哈，而且本身就真。真困难，不过是安尼，唔是大家拢安尼啦。有个人吼，我学落因感觉上好的，我来当替因讲一挂小故事哈。讲有一挂证明讲因这个人的性质真好啦哈，一挂小故事啊。啊，通常人原来注意我咧讲因的故事，哎，会感动。啊，这故事咧，这上要紧就是讲，这故事是洪仔是真的。洪仔是真的吼，尤其这个故事里底爱甲伊未来的婚姻生活爱有关系。比如这个人吼，这个真单纯，啊真认真，真顾家，真有讲搞搞整理家庭。啊，这个人吼，未挑剔。对讲伊有一挂男性也好，女性也好哈，那有一挂。感觉这个人个性不坏，还是讲有一挂美点吼，还是讲比讲真好见，安尼是加减有效。啊，那是讲迄款相片嘛出去呀，哈，啊，故事嘛写好啊，哈，啊，学落嘛拢学落过啊，啊，开始见面啊，哈，啊，安尼都会较顺吗？哦，看到拢会黑暗面嘛，真真呢。哎呦，因为哈，讲是安尼讲哈，相片安尼看哈，啊，但是呢。正经摆了见面哈，有人哦，无三分钟就烂杠咧，就安尼啊！我当然迄真少数，我拢就去，迄我拢吼，家点油做记号，还要家画叉叉。啊，迄我就真麻烦，迄款的人吼，就是讲体谅人啊，尊重人拢无。不掉不掉。哎，啊，我知影讲这款的当然有啊，不过这是讲笑亏。少数啦，就话即无修养啊，像即无迄落个人吼，迄要是真少数。啊，不过人有个人就勉强改加减一半点钟一点钟，啊看看是看看，伊就讲伊海外生意，啊无去讲未来，啊伊就咧讲一寡有诶无啊，嘿啊就安尼，那就社交活动同款安尼，礼貌上一半点钟安尼。啊，因咧坐时阵，你拢坐咧边啊？因这拢一届拢几啊十队吼，上少嘛十几队，啊，我就
我就洗来洗去，嘿，我就伫附近，啊，看会到啦。啊，所以因有咧讲话，无咧讲话，讲到啥物欢喜的程度，还是讲伫遐面安尼，小看啊，无讲话，我加减拢会知。啊，因咧时间也长短，坐偌久吼，嘛会知。啊，这个结束了后，因查甫甲查某，拿这个咖啡的钱也无吼。啊，也是讲个人出家己，啊，是讲离开的时阵，个人行家己的路吼，我拢看到。啊，看到了就是我那加减用判断讲，这个查甫啊，这个查甫哈，有介意也无介意啦。啊，所以加加减减吼，就是讲我来在底下，我加减担一个责任啦。啊嘛，方便讲后边个赔的时候，爱真小心嘿，未使恶被赔安尼啦。我有看迄个报道讲哦，像讲你那看伊这个。男性跟女性安尼吼，两个人坐做伙吼，啊，若讲安尼互动来互动去，那有一个人，若讲安尼换过五个吼，可能安尼无成功啦吼，啊，你也佮伊叫倒转来，佮伊面谈一下。是，因为我这吼，我这是安尼啦吼，唔是讲我惊麻烦，但是我这人我一直看起的时候吼，伊佮变做咧打发时间，哦，啊，也变做讲吼，耽误。别人唔啦耽误我的时间，伊会耽误别人。啊，所以呐，如果讲我直直看拢看无的时候，尤其呐看我伊拢无爱的时候，我若无够甲伊讲一个吼，伊讲我直直看去吼，看到尾啊吼，大家拢耽误去，啊，伊家己本人嘛耽误去，伊到尾看花去，到尾变到看到吼，无啥事啊，真可怜。有人甲讲伊看一摆两摆。有一个甲，有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讲，因已经拢看一千个，少年看较老安尼嘿，啊，迄种看我该看见啦，看十个以上吼，过来就看无啊，回去啦。看即款讲有千个要找对象吼，真正嘛有心嘛，开时间嘛吼，啥卵一直找无，你看问题大哈。这个问题吼，非常复杂的啦哈，大概讲起来就是讲伊吼。伊无错啊，无假比赛啊，不过这个假错啊，吼，是毋是一个家庭的代志吼？是好顶的心中，哎，两个人也无是无在咧做一世人个，生囝吼，这顾这个囝吼，培养囝，这真本来就真严肃的代志啊。啊，所以因咧找这个对象的时候吼，真心中。这是一个重要，所以这有真侪这个要求哈，啊，但是真侪要求的中间哈，有的部分哈是社会迄个文化背景，还是讲文化伦理的要求哈，比如讲你都超过这个伦理要求、文化伦理的要求，你都过一个会所，按来照这个东方的想法，你都变得较困难。啊有的啊，你就爱伊爱头脑好，爱伊就头脑真正歹。你要找一个真弱，爱就天生就较矮。啊，你要找一个因好到真好嘅人，因出世都迄款吼普通嘅家庭，还是讲困难嘅家庭。所以，即学生嘅代志，因一直拢要找吼，比伊家己较好嘅，啊，比伊吼，即、這个阿伯较无负担咩，还是讲伊阿伯，伊生，还是讲伊吼，佮包括佮讲。这个阿伯未发生这个婆媳问题诶，啊，婆媳问题啊，太复杂的因素吼，所以因揣无吼，老实讲吼，是情有可原啦，不容易啦，啊，只是讲这款代志也无法度用安那解嫁，啊，伊吼，本身这个成长的背景吼，拢无同款，好，伊比如伊来自细汉伊成长背景，伊都真自大、真骄傲、真。真的自以为是，安尼的时阵哈，伊在建了中间，伊就会去遇到困难，伊就以自我中心来咧找对象，啊，这都唔是讲我该讲，啊该教，伊就我都改变的呢。有的人有的外貌协会哈，有的公益主义的，你这个是已经经过诶形成，啊你无法度瞬间哈改变，啊伊爱家己有教过，啊这教过嘛唔是咱会当安那改。刺激的很有好问的是这个刘峰松老师哈，伊是现代的媒人公哈，介绍真侪人熟悉哈。像我你讲，我你撮合，你讲无撮合，讲已经你个人服务七千几个人哈，有七千个外的人来哈，成的几个哈，啊，但成的起码是168对哈，啊，那你讲个对，加一个月有十外对。
现在算登阶就是这这两个月哈，啊，但是有350对哈，在交啦。哦，啊对，直直交，直直交，我一个月配差不多150对左右见面啦。安尼，南北哈，啊150对的见面，然后有的人会交往，啊交往过会成功，想要结婚的哈，都是成绩，都是安尼。啊，这个我听讲吼，大家所在拢同款，这真无简单，尤其我家吼。拢是诶，无分啦，无见啦，无算，无讲你爱几岁以下诶，还是讲你爱啥物条件我才收，我这啥物人我拢总收啦。啊，所以真大诶困难诶人吼，拢集中对我这来，尤其我这个费用个上少吼，大家拢为了这试看卖，啊，但是问题困难诶较多，我也毋是先，我嘛无法度。诶，啊，但是若加减因内边看我诶册啦，看我诶文章吼，加减。你要家己有主干吼，阿姨要调整吼，嘛是有可能，哎，嘛是有可能。所以其实这刘老师，你咧甲人介绍吼，你是北中高拢有店嘛呢？我高雄、台南、云林、新店、台北五个所在，我拢利用拜六礼拜时间吼，分别去因的所在吼，去做两项工课。新的会员我会甲伊见面吼，甲伊面谈。啊，旧的会员就煞介绍因。是啊，吼，一对一对都要见面啊！你，不过你敢不是已经73岁啊嘛？啊，你不讲未忝？嘿，这个足奇怪哦，这个好，大家人一个参考啦，哈。我也比方讲，我电量哈，啊，不过哈，我那全部精神用在家了哈，噶无啥知影讲家己哈，哎，吓一回。你看到人都嘛在讲话啊？哈，讲讲啊，过去哈。有的人退休了，就变做公完啦，真是病痛啦，哈。啊，无啥工为他做哈，啊，就安尼完啦，真是不准安尼哈，寂寞安尼。啊，我做这个工课奇怪，我就安精神真好呢。看人安尼都和你介绍实在讲话啊，甚至结婚安尼感觉就欢喜。啊，上欢喜些，结婚非常欢喜哈。安尼，哎，因的包就大红包哩不？啊，也莫讲。这有无讲比较紧哈？有诶无我嘛无法度，有诶少我嘛真欢喜，啊有诶多哇，这真歹势。啊，这里吼，这里就是讲业务诶秘密啦。啊，但是这项代志吼，我较无重视，就是讲因有一个生意甲讲，啊有甲包一红包，讲这都一个民俗礼俗安尼吼，啊大家欢喜就好，我拢无计较。好，啊你上尾一个时间哦，我请教你哈。你给大家建议好不好？因现在人随时都有可能跟另外一半拆起啦，到底要怎样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？哦，我爱心哈，这个重点啦，就是说咱要相信人都是不错啦，佛教也是一样啦，就是说要没有那个差别心，大家都平等，都平好，要有相信人，这个有互相信，互信这是真重要。啊，第二就讲人甲人之间吼，无法度完全共款，甲来结婚啦，迄无可能嘅代志啦。吼，迄无可能讲啊，遐拄好咱两个大人拢共款。我讲一下，迄不困难，其实都是互相爱尊重吼。哎，好好也要沟通，也要沟通嘅人，啊，也互相尊重人，都会让变得好红宝啦。啊，过来大家上欢乐就是讲，哎呦，这个后下唔知咱生活无，头路好歹一个偌济钱吼。啊，这代志吼。哦，这当然是现代社会大家上要紧的代志啊！但是我的本身的建议就是讲吼，咱都开源节流，较俭的就好。哈，啊，就两个人都基本上来我这拢有套路的。都我家听个、看个都拢无问题。啊，所以就是讲大家人较务实的，就讲卖啊搞，好卖啊欢乐哈。我看大家拢会当生活呢。啊，卖讲一定要找好个人，啊卖一定要找外貌协会要找水的哈。我安尼个想个，那会当别信任人，第二来互相要尊重沟通，第三来讲卖为着生活，未来的生活。遐是烦恼吼，我拢感觉拢无问题，但是最后个一项，做爸母吼，就是讲话爱，吼囡仔吼，不管你个后生也是好囝，互因吼，家己爱去决定这项代志，你莫家决定，啊你莫家加些意见，你莫啊，互伊吼，变做讲啊你，变做讲哇你。有代沟啦，咱一回人吼，囝囝孙有囝儿吼吼，啊，你若讲要用咱这代的人的标准来找新妇、找囝婿吼，这拢会拄到冲突、代沟的冲突，啊，你爱爸母那
过头干预哈，过头干涉哈，这囡仔拢害到囡仔，所以我也感觉讲这样代志哈，哎呦囡仔哈，一旦训练，我才是一个先好的训练所啦。这个囡仔哈，这个刘峰松老师哈，你的人生已经会跟大家讲哦，你足丰富的哈，冬瓜哈，啊冬瓜有危险的哈，冬瓜进出人群哈，还有个养乖，今嘛一路来一个。太太是管定一个开这个婚姻介绍所，其实你自己也有充分爱夫妻间的沟通嘛。啊，跟今嘛来讲，接受啊，接受啊，接受啊。对啊，哈，跟今嘛来讲，事实上，真正你给大家建议讲，做爸爸妈妈的哈，你那也幸福，和伊自己去追求嘛，伊自己爱负责嘛，爱负责，爱好又负责。嗯，好，今天多谢你，感谢，很大，每人工，就学到后门，多谢你，主持人，多谢你。好，等一下回来。